好，咁啊就喺呢个互动嘅 screen 嗰度啦，系啦，就跳过去啦。我唔使我哋反啦，系朗豪坊同埋 LEGO 啦，为今次活动啦特登联成嘅。呢一个活动啦，就叫做啦十二生肖起势玩啊！咁啊，农历新年就到啦，咁啊，朗豪坊呢度究竟有啲咩同大家玩呢？我哋一路行啦，同一路同大家兜个圈。咁啊，呢度啦，除咗有嘢玩之外啦，一阵间仲有啲啲小礼物啦，欢迎大家啦，系嚟到玩完之后赢嘅。咁成个游戏啦，个展览嘅概念咧，就用咗十二生肖嗰个故事嘅。咁啊，一开始嚟到呢度啦，我哋就有一个游戏啦，就系新年起势叫，就系叫醒嗰只猪仔嘅。咁啊，究竟点玩嘅咧？呢个游戏？Hello， 欢迎嚟到我哋呢个游戏啊！咁咧有我哋嘅游戏圈啦，有啊，喺呢度啊。Oh, thank you。咁咧，我哋呢度有个游戏嘅，你会知道十二生肖嘅故事咧？当然知道啦。知道里边有一只猪仔咧？系，知道有只肥猪。嗯，咁你知唔知道佢跑第几？佢梗系跑最尾啦。系啊，知唔知点解？因为佢懒瞓。系啦，咁我哋而家有个任务咧，就要叫醒佢啦。我哋咧会用呢个摇鼓叫醒佢嘅。咁你嘅任务咧就系帮我砌好呢个摇鼓。哦，即刻砌佢出嚟。80%， 你要完成埋100%。哦，即每次有朋友上嚟都系有完成咗80%嘅。系啊，跟住你就咁样砌咯。哦 ，OK， 好，咁啊要计时嘅。会计时30秒嘅。系。咁而家可以开始啦。好。咁其实系咪就系插晒呢啲嘅积木落去咧？哇，都几实嘅喎。咁你每次插翻开咪好辛苦咯。希望啲小朋友。唔怪得你话要完成 80% 就已经够。OK， 咁啊砌咗呢个摇鼓，你知道呢个摇鼓今次你都有得换噶喎。系啊，今次有得换嘅，只要翻到翻我哋嘅会员咧，跟住有个张优惠券俾你，咁就可以去换。好，啱啱好。Yeah. 哇 ！Just on time。系啦，可以试一试，快啲完成。哇！真系响噶。咁点知个醒唔醒啊？哦好，咁呢度有个掣啦，一阵就会帮佢打气跑步，系，所以越揿得越快，佢跑得越快嘅，系，咁一阵等佢三秒一开始之后就可以开始噶啦，而家系咁样。嗱，玩呢个咧有秘技嘅，以前玩拍拍机玩得多咧，哎系咪开始啦？系咪？系啦，其实摆只手上之后咧就系咁震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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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震。跟住呢度有个指标嘅，佢升到最高咧。耶、yeah! yeah, ！哇，成功啦，猪仔成功，真系会玩到出汗噶。我吸翻人俾你，跟住你就可以去玩。好，咁啊大家记住啦，一开始咧就要先攞咗张游戏卡，咁啊游戏卡咧就喺入口嗰边咧先有嘅。咁啊挑战成功第一个游戏，咁我哋咧就去第二个游戏啦。啊，辛苦你啦。啊，咁啊我哋玩完呢个猪仔游戏之后咧，就有个体感嘅，你成个人咧就要喐，因为你而家见到啦。有条河喺度啦，诶，我哋有个靓女 model 可以示范俾大家睇。咁咧，你就要过河。咁啊，就喺呢个互动嘅 screen 嗰度啦，系啦，就跳过去啦。我唔使我哋示范。系啊，悭翻少少，悭翻少少，系啊，难得有个靓女喺度示范，系啦。咁但系嗱，呢度咧就表面容易啦，但系实质上咧，去到石头咧就有啲鳄鱼，你唔可以俾啲鳄鱼咬嘅。系啦，哎呀，你又踩到个人啦。咁啊，连踩十次。咁啊，嗰边咧就喺度计时倒数，系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如果你踩错咗，咁究竟会点咧？就系每次咧都会加5秒嘅，咁就系一个 penalty 被罚时间啦。好，试下先，试下先。嗱，啱啱咧呢位美女咧就用咗1分10秒，咁我试下究竟我用咗几多啦？好啦，咁当子龙喺度试嗰阵咧，我就会旁述翻啦。好，一开。睇睇先啦，准备咯喎！好啦，系啦，好，哇！而家出闸咧，就得翻子龙一个嘅啫，咁啊不停喺度跑，不停喺度跑，咁啊当然都系冇人同佢斗啦。诶，好似好顺利咁，咁啊睇下佢会唔会一阵间会出咗啲洋相啊？诶，唔系，好地冇似，好似对你冇乜困难。哇，唔通祖爸爸系好啲嘅？哇，身手好敏捷啊！果然经过特训啊，因为呢几哇好劲喎，31秒啊，31秒啊，
我想问咧，以你见暂时咧最快系用咗几耐时间？暂时都系你已经最快，我已经系最快，好犀利，31秒都吃力噶，因为你要系咁原地跳咧，会喘气噶，可能去到我啲大叔嘅年纪就要留意。系啦，嗱，咁啊玩完呢个游戏啦，就继续沿住呢个十二生肖嘅古仔啦，继续喺呢个赛事嗰度继续行啦，系啦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哋见到呢度除咗有啲 display 喺度俾大家玩、大家买之外啦，大家都好期待究竟有啲乜嘢，即系特别限定啊、特别过瘾嘅嘢。我有个马骝啊，猴年嗰年。猴年啊，系啊。今年鼠年咧 ，Year of the Rat， 咁就有呢一个啦，其实都几得意噶，因为。耳仔又喐得啦，个头又喐得啦，系啦，接埋都得嘅添，呜，系啦，咁啊，个个都有得买啦。最紧要系 to from， 你我哋送俾人啊，小朋友系一流噶。咁嗱，头先我玩嗰个摇鼓，咁啊喺呢度你见得到，其实原来有得换噶噃。咁啊呢度咧亦都有一个全盒，一个迷你版嘅招财宝盒。嗱，各位观众。呢、这、一个咧不得了啦！呢、这个咧唔单止限量，亦都唔系有钱就买得到。呢、这、一个咧桃花嘅特别版啦，系朗豪坊同埋 LEGO 咧为今次活动咧特登联成嘅。咁咧系要喺朗豪坊咧消费咗2500蚊。咁啊，同一时间你要系朗豪坊嘅会员，咁啊嚟到啦就先到先得，系啦。咁啊，所以咧如果大家都想行一个好嘅桃花运啦，咁就要特别留意啦。冇人，我攞走先。好嗱，咁啊，除咗呢一个特别版之外咧，现场咧其实都可以睇得到有得买咧一个过年舞狮版本嘅牌坊啦，同埋醒狮连埋梅花桩。咁啊，今年好得意，我几中意呢个鼠年版嘅大头佛啊。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咁样样啦。咁啊，亦都有几只狮喺度。系咪有啲未出过街嘅？应该就啱啱出嘅啫，今系啦呢排出嘅啫。咁啊，系咪呢度限定咧？就应该我谂可能专门店都应该有得买嘅。重点就系呢个啦，桃花啦。系啦，桃花就真系一定限定啦。系啦，咁啊，净系呢度先至有嘅啫，全香港。咁啊，你见得到啦，呢度有儿童铺啦，即系一啲小朋友幼童玩嘅啦。咁另外啦，就系、是、今次新年嘅，你见得到头先我哋讲过啦。嗱，呢个就龙船啦，端午节呢个咧就系啱啱嗰个醒狮版。你見得到全部喺曬度嘅，咁啊有1、2、3、4、5隻獅，咁啊亦都有個樂隊啊，打锣打鼓打查查，咁另外咧就有個廟會嘅牌坊，哇！我第一次見呢個 B B 車啫，真係好過癮啊呢、這個，咁啊嗱，你要留意呢、這個鼠年版本嘅廟會啦，其實同現場啦嘅 decoration 咧係一模一樣噶。佢真系咧按比例咧做翻呢一个嘅 Chinese New Year Temple Fair 出嚟，咁啊真系个还原度系极高嘅，好似好多有啲新嘅，因为呢个聪明品牌系咪新嘅？我印象中都颇新嘅，即系啊，你谂下有架车、哦，呢架车紧要啦，咁啊仲有 Steamboat Willie 啦。但系讲起新嘢咧，望埋呢一边啊，我哋去埋后面嗰条街睇一睇。哇！嗱，呢度就睇得到成个庙会啦。个 B B 车好得意啊，仲有埋奶樽添啊！哇，好想买佢翻去，系啊，同个女一齐玩。虽然佢未识玩，嗱，亦都有呢个特别版，系咪桃花咧？呢、這个？唔识。咁鲜红又唔似嗬，系咯，梅花唔通啊？可能系系啦。咁啊，睇得到成个庙会嘅结构系点啦。咁啊，嗱，我觉得另一个焦点就系呢啲彩灯啦，有条绳喺度噶，有鸡髀啊，又有点心啊。咁呢边咧有啲烟花，哇！所以成 set 都幾堅㗎，呢個仲要係記住留意新年限定四個大字，新年限定。好咁啊，嗱，講到即係真係正嘢啦，除咗呢個廟會之外啦，即係作為一個蝙蝠俠嘅 fans 咧，鏡頭轉一轉，除咗見到我全身黑衫之外啦，亦都要留意呢架黑色嘅 Batmobile。
哇！之前啦、推出嘅时候啦，已经惹嚟非常之大嘅轰动，唔单止还原度极高啦，亦都有当年啦，哇！蝙蝠侠嘅剪影喺度啊！咁你见得到有架车之余咧，角色都好关键噶嘛？系啦，呢、這个啦，女主角蝙蝠侠同埋啦小丑 Jack Nicholson 版本啊。仲有里面啲内扣啊！你睇下，好正啊！呢、這个汤门咁啊，成个比例你见得到啦。全长 60.8cm 高，把简直咁长。系啊，23.9啊！真系你值得拥有啊！都系讲紧1990咋？唔该，正价。是啊，同我包起佢啊，唔该。好，咁啊，有 DC 啦，咁啊，一定有 Marvel 啦。咁但系今日啦，即系呢个展期啦，去到二月啦，除咗你见得到呢一啲嘅 item 之外啦，你仲有机会啦，可以得到一架迷你版嘅伦敦巴士。咁我哋行多少少过嚟呢边睇啦。其实啦，就系头先呢一张嘅游戏卡。当你玩完之后咧，赢咗呢两个，成功挑战咗呢两个游戏啦，咁啊有机会咧就可以得到呢一个迷你版嘅伦敦巴士啦。系啊，送噶，系啊，成功挑战就得噶啦。即系头先你算成功噶咯？我成功啦，仲要最快添。咁系咪可以？即刻即刻问佢攞先。嗱，攞之前咧都要留意呢一个啦。呢一个鲤鱼咧，除咗见得到系鲤跃龙门嘅效果之外啦，亦都系香港。一位好厉害叫做 Andy Hong 嘅设计师，咁佢咧就系、亚太区系啦 LEGO 专业认证嘅一位 LEGO 大人嚟嘅，咁啊用咗6个星期嘅时间啦，80,000块 LEGO 咧就砌咗呢一个鲤跃龙门嘅巨型展示品出现啦，真系好靓啊呢个！我估大家未来唔可以好似我咁摸噶啦，但系我都冇摸啊，放心，唔好学我。系啊，个海都靓啊，高手啫。咁啊，究竟点样先做到呢个认证啦？晏啲子龙就会访问佢啦。咁啊，想听都可以听我哋电台嘅节目嘅。好，今日同大家一齐玩咗呢个新年版嘅 LEGO， 咁啊，大家可以嚟呢度挑战啦。咦，我哋见到。LEGO 的同事是啊，在这里挑战了，究竟会不会快过31秒呢？耶、破了我纪录了，破了我1秒啊，你是偷拍我啊？是啊，好了，大家快点来这里玩了，下次再见啦，新年快乐啦。